好了，那因为我是怕确实会蛮担心宕机，所以我先教你们储存，而且先把专案储存起来。都还没，画面就用一下喽。我先教你们储存专案，因为专案储存之后呢，你才可以保留所有的素材。好，首先画面就用一下。首先呢，在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file？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，这边我们所储存的当然是专案，这个地方开启的也是开专案，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这件事哦。好 ，file 底下的 save us， 我建议各位你存在 C 碟没有用，万一你等一下 C 碟整个宕机，我会请你重新启动。好，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最好 C 碟。那 C 碟的话，我会先暂时存放在这里面，例如说直接取名叫做今天的日期2018-02-02，好，然后直接点存档。你稍微注意一下哦，刚刚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个 PR？ 然后建议真的把它，例如说先暂时存放到你的随身碟 ，OK， 以防万一啦，这是以防万一。好了。那请你们现在先动手，先存一下自己的专案好了。来，赶快动手做一下。来，赶快存档喽。然后一分钟之后，我要开始教如何把图片放进去。赶快动手做一下喽。